里发现我眼泪。十全整一两啊！发现我，我觉得很俊，有点脑包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说，我觉得很俊其实蛮帅，其实就是脑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其实认真唱歌蛮好听的啦，去唱歌。你说他，你说他长得帅就算了，你说他唱歌好听。好像有人和只有声线也是好听的，可是他怎么一直在玩风之谷啊？怎样啊？你不要这样被吸。滚啊！操你妈的！滚啊！谁？哦，中和狼人受不了了。中和狼人是我炮哥，你没了。我有借刀高手啊！中和狼人受不了啦！谁追我？不是哎、欸，一个弟弟啊，一个打野是冲过来就 gank， 一个打野冲过来就吃炮哥，哎，是什么问题？就我就问一句嘛，谁说你刚刚讲什么吗？对不对？欸、我说你帅、欸，没有你在前一句讲什么？就是哈啊，在前一句是哈、啊，那在前一句嘞就没有了，就不干你的事啊。哦，这个人怎么这么……我就问你一句啊，好不好？谁唱歌很好听？我啊，还有谁？黄哥。还有谁？只有皮亚仙哦，那谢霆锋，还有谁？谢霆锋还有谁？我不知道。还有谁？侯俊，侯俊 ，OK， 还有谁？吴以诚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罗志祥，其实罗明唱歌也很好听，你没听过？没有你好听，真的真的，去 KTV 跟他听唱唱就知道了。跟他听，啊，现在你知道没被他称赞的人？罗明来一个山海，谢谢。我手里养了一只鸡腿。圣诞过的人来喽！昨天一定是因为昨天你就是反指标啊，我就问。天真的我自己，好不好？谁唱歌好听？现在，吴亦凡。拜拜。我在走，我在走，我在走路，我正在走路。欸、每次只要坐车，我正在走路。所以啦，中和狼人，哎、哦欸，唱歌最就你最好听，哎、欸，很好，讲、哦、的对了，哦，哎、欸，看，你为什么要说我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边 AD 被我拉到就半血了，好、欸，再来一次，嘿、欸、嘿，一套投票，好嘛，我这老人是怎么回事、啊？走到哪就刷到哪哎、欸！确实，炮哥一个都不见踪影哦。对，走到炮哥都不见了。你说自盲啊？我就只能在那边刷。你把蓝给我，就好听好不好？我们达成这个协议。Okay. 好。他怎么条件越来越多啊？很当直男呢、欸？来，哎、欸，等下，这个人身上有蓝呢、欸。哦，好吧，他要死了。是的，没有。妈的！能打的真难。如果是之前的，我感觉掉了，受不了了。对面节奏贾克斯，他说六六六啊。哦，六六六，六六六。你付他多少？你付了多少钱啊？我就问。两块钱。哦，两块钱。两块钱。老板，你能收到快吗？老板，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六位都是唱歌好听的，因为我都听过 KTV 的版本啊。哦，只有真的真的不好听的都没有来了。哦哦，真的、啊，我想知道不好听的都没有来。还是没有来第一次。就说阿丢啊、阿成啊、什么黄什么的、啊。黄先生，黄哦，新装黄先生，黄姓男子。好，新装黄先生。哎。Double kill， 好猛哦！这是疯狗狼啊，中和狼王。为什么是中和？我不知道，好问题。我应该学不到什么。我已经放弃。这是好好的炮车啊！你直接你的炮车现在那个延续很多东西可以吃啊。